surrounding them. 曾经脍炙人口的回合制经典科幻 4X 策略游戏《银河霸主》，去年传出即将由 Wargaming 重制之后，就让许多老玩家们引颈期盼。而游戏最近也在 Steam 上展开早期体验，让玩家们能够抢先体验新作的神秘面貌。游戏目前开放了六个各具特色的种族可以选择，像是擅长外交的人类，能够快速研发科技的赛龙人，有着爬虫类外表的萨克拉则会消耗较少的食物，也因此能够更快速的发展人口。而游戏的世界则是由许多的行星系统所组成，每个系统又有大小、生态、矿产各不相同的行星等着玩家们去殖民。除了要在上面建造各种设施之外，还要调整人力分派在研究、食物以及生产这三种不同的项目上哦。而在势力发展过程中，也会遭遇到太空怪物、海贼甚至是其他种族的攻击，这时就会进入即时战斗，玩家可以自己指挥船舰，或是直接交由电脑来操控，欣赏自己壮盛的舰队摧毁敌军。游戏中还有超多的科技等着玩家们去研发，完成之后将会带来新的武器、设施，甚至是新的游戏机制等更多丰富的内容，也让人越来越期待未来游戏正式推出之后，又会有什么样有趣的玩法呢？